NBA 的球星个个多金，而作为体育明星，身段更是没得说。看到球星的美艳娇妻或许是什么绯闻女友，我们也都习以为常。可是，我们可能留意不到，在美国，独生子女几乎是不存在的，球星或多或少都会有兄弟姐妹，而作为 NBA 球星的妹妹，她们又有着怎样的容颜呢？下面我们就来揭开她们奥秘的面纱，满意一下我们的猎奇心理吧。保罗·乔治的妹妹，保罗·乔治的妹妹，肤色看上去是那种健康的小麦色，身段高挑，张扬的弯眉，扎实的嘴唇，充满料野性，很能挑起人的降服欲，就像是印第安纳步行者队的色彩。仅仅现在的乔治在雷霆过得并不开心，或许下一年他会回到自己的家园洛杉矶，到时候他们一家人就可以常常在一同料吧。